戏还有你们的相声。他可以，他不用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还在想说，我觉得我不行，我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再问我一次，好，我再问一次。你要补妆吗？我要补妆，我好慌啊。不，不用。你看这里有美颜轮盘，你看我现在开到零，不可思议。这样脸色蜡黄，对不对？我给你开到十。哇，白马王子，不用补妆了。对啊，不用补妆了，还是我们去卸妆。好，卸妆就素颜上，素颜走了啦，人家在等我们了。不好意思，所有在微秀的朋友，我们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上台，往哪儿走？往哪儿走？哎，我这台先交给你们了哈。欢迎老笑，耶！Hello， 天哪，我们现在奇怪啊，好像进到那个动物园，怎么那么特别？因为这里是直播间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被直播吗？来，你先跟这边的朋友挥手。嗨，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这边的，这边的，耶！好，好多人来看你。好，右边的，怎么都没有声音啊？没有尖叫声。好，我们说话他们听得到，听得到。我们说话你们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清楚，清楚。还有脸书的朋友，还有脸书的朋友，脸书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嗨。我们今天要照顾两个族群，一个族群就是现场在微秀，哎呀，还有二楼的，二楼的朋友，耶。还有就是脸书的朋友，那脸书的朋友有一个福利。好，有一个福利，怎么说？就是说，各位，不管你现在是在看我的脸书直播，或是老肖的脸书直播，只要你现在分享，分享再分享，会怎么样？会有礼物，礼物。重点是，好，分享之后呢，待会我们会 PK， 我们要玩三个游戏 PK 哈。然后 PK 完之后呢，游戏王啊，游戏王在此。怎么会有人这么好胜啊？我游戏王，真的是游戏王。对了啊，你游戏王，你好棒，你最棒。好，然后呢，等一下你赢了才算数。然后赢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从我的粉丝的分享，或是你的粉丝的分享，抽一个人哦，就可以得到 Zenfone Live。Zenfone Live， 对 Zenfone Live 的好处就是美颜啊，美声啊，然后就是美型金属的质感。刚刚我们那个主持人又讲很多，很棒。是的，瑰丽粉，对不对？流沙金，你讲我都有在听哦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们的美颜，刚刚有看到，哎，你有看到那个轮盘，对不对？刚刚我操作，有啊，那是不是很厉害？超棒的，真的是素颜或是他眼圈都没在怕。对啊，而且那个就是符合现在大家喜欢 life。没错，因为你不可能直播都是最好状态嘛。对，没错。有时候在半夜突然想直播，在路上突然看到什么，看到焦哥，来不及补妆就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色。还有一个就是美声，美声比较直播最在意的。来一段，要不要听老肖唱歌？不要闹，你自己来。好，美声是指说它的麦克风收音特别好，对不对？哇，所以那个就会降噪嘛，因为直播有时候旁边环境音，环境音是很重要。所以想要免费得到就赶快分享。那我们今天有三回合 PK 赛，好啊。那外面的朋友，外面的朋友觉得今天老肖会不会赢啊？我一定赢的啦。但你今天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好笑。怎么说？穿太厚。没有，我们在外面30度，对不对？你看他穿成这样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还是、啊、你看我们才是真正懂得，哎呦，我们才是懂得天气。你这乱穿哎，你是不是都乱穿衣服？我那乱穿衣服啊，你这不觉得太？现在是什么？我们是以季节来论。那现在是春夏、啊。春天呢、啊？这也是春天啊，春衣、啊。好，随便你，你高兴就好。好，我们今天不比这个，我们要比的是三大回合的天王 PK 赛。第一回合呢，比的这个东西呢，叫做八分音符的游戏，你玩过吗？就是那个对，然后让他跳，让他跳，让他跳那个，可以吗？好吧，你很会吗？玩过了，你玩过，我大概知道什么逻辑。可恶，好，换游戏，不玩这个，换一个他没玩过的。八分音符吗？哎，可是朋友看得到我们在玩吗？他们会看，我们会播出去。他们看得到吗？网友会看得到。真的吗？对。哎，我们今天直播是是重金打造一个直播间在信义微秀，哎，好奇怪，设备都是一流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那我们来玩喽。谁先？是比分数吗？比分数啊，来你先啊，不然比你先，你先八字哦，我就玩这个，然后比八字，我先吗？好，我先，好，准备了。还是重点是你来吼，我来吼。哎，啊！
旁边可以嗨吗？不要闹了。对对耶！哎、欸，不开喊的时候他给我喊，我掉下去。你死了。十六分，十六分，换你，换你，可以嗨是不是？可以嗨嘛？好戏，哎，过了。我现在应该在这儿。别闹了。为什么他可以闹我，我不可以闹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还是赢你啊！几分？二十六啊！好，那我刚刚说，我十六啊，三战两胜，三战两胜嘛，不是他闹我啊！不是，你一定要，你裁判你要，等一下，这个不算啊，这不算啊，这不算，这不算，他可以闹我，我不可以闹他，代言人了不起是不是？啊，代言人真的很了不起，那你不要闹我好不好？求你。好，你先。现在十六比已经开始了，十六比二六。好，你们确定你们有在看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第一盘不是教科比我高吗？对，没有了，我十六，你二六啊。没有了，你二六，我二三了。是吗？你看我这么乖。没有啦，你二六啦，我十六啦。你看，你看到的是。你看到的是下面啦。哦，是吗？不是啊。你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天啊，还游戏王嘞！你看到的是下面的前面的人的最高分。可是刚才我是二十三，不是吗？我所以我是最高的。你二十三，他二十三啊，我十六。然后以前的人最厉害是二六。哦，那对了，那我二十三了，好不好？我二十三，魏伟你二十三，我你二六，我二十三。好，来喽，第二轮哈。我二十三，我二十三。手机要转正啊，要这样吗？我二十三，我二十三，他二十三，他很老实，他二十三。对，我跟 Michael Jordan 的数字是一样的。哎呦，真的耶，哦，阿布就很厉害。对啊，这个不是比投篮，换我了啊，哦！你不要吵。哎，有声音。嘘，要走了。戏啊，结束。你好烂了，拍什么手啊？你哪位？你好烂！你不要以为我关在里面我就看不到人啊！十分，十分，我几分？十分，好像有十分哦，这样有十分哦，这什么烂？嘘，一，二，喂，阿叔叫你不要动，跳。我不能拍手啊！你这样害到我，你害到我。我为你拍手，哎，我是为他拍手，啊，然后他还是赢啊！我十五分啊，十五分啊。我这个是面子问题，面子问题，面子。好，来了，等一下，他说叫我给他评分啊，略过。好，嘘。是啊，你真的很烂，十分。我这样叫不对吗？你来一个，你不要闹我，看我可以到几分。好，我们真的不要闹。我这差点被他害死！一，跳！我觉得啊，这样我会玩很久。跳！好 ，Go Lucky Ball Go 一万 Go！我这样死掉哦！你是被上面戳死的，哇，这游戏好残暴啊！他跳过去的，但他被上面的柱子戳死了，四十分啊，七十八分，而且我破机子的最高分了，对你破纪录了，那所以36比78，我这个手机好棒哦，啊，好有质感，你好棒的代言人呢，真的啊，随时随地都在宣传。好了，第一关我输了，36比78分。哎，好，第二关，糟糕了，我不是说要下跪吗？没有，看一下，玩那么大是不是？玩那么大，我有在怕你吗？哎，不要闹了，你敢说我就敢跪，是我还没说平身，
你们看这个人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好了，第二关，第二关，平身。第二关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麻将。你怎么跟我斗？我认输。你怎么跟我斗？对，要怎么样？哎，等一下，看规则。两人各自寻找一位现场观众组队。哦，这个好了。那你应该找不到人吧？好，我们先讲。我看一下。是这样子，他摸麻将，之前如果有看过什么交心食堂就知道是很厉害，所以谢谢主办单位，他们让我可以找一个高手啊。那你先找，你先找，你找，你不要太认真，要不然你帮我挑，高手哦，你帮我挑，我帮你挑。对，两岁的，那会不会拿麻将吃？这是什么？所以我帮你挑，你帮我挑。有没有谁不会玩麻将的？不行，你们都是为了进来跟我们呼吸同一块空气而举手的，没有真心的。也没有人不会玩麻将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啊，真的吗？这样你会输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没关系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跟你这么大气，输就输啊，输得下跪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是上一盘的游戏。来，弟弟，老肖点你了。老肖找了一位小朋友，哎，他真的自杀性行为。自杀式的行为。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你的队友。哇，你是勇士队的哥，那个球迷。没事啊，大哥要出去的。来来来，把你心口一点，直播就是来真的嘛。哎，他要走了，他要走了，他下班了。这是你的队友哈。对，我们要解释一下哦，待会是叫什么名字？数学游戏。叫什么名字？数学游戏。蔡承恩哦，好可爱啊。蔡承恩，你几年级？二年级、啊、你知道麻将是什么吗？你知道？他怎么会知道麻将是什么？你为什么知道麻将是什么？你爸爸妈妈在家有打？没有，不知道。他是有时候过年打。你自己打吗？还是你自己会打吗？对啊。那你知道哪一个是筒子，哪一个是条子吗？那我不是输定了吗？你要说不会，我们一定会赢。你说 yeah, give me five, yeah。 他好害羞 哦，很明显是被妈妈推进来的啦。他妈妈是哪一个？妈妈我不知道，妈妈已经走了。妈妈决定把孩子托付给你，这辈子请你教育他长大成人。好，他应该是不知道麻将，照理说哈，虽然他说他知道。你知道等一下是玩加法跟减法。哦、oh, ，OK OK， 但是至少让他先认识筒子跟条子。可是可能是腕子啊，没关系，不一定，没办法，那就没办法。但至少让他知道这三种。好，你摸的时候会有数字，然后跟哥哥加减乘除才是答案，答对一题才是一题哦，知道吗？哦，好了，看来我有机会赢了。有谁很会摸麻将？要真的很会摸的，不是只是为了进来哦。要真的很会摸的，我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这样子的人，真的很会摸。你要是摸错一只，我就断手哦，好不好？不可以骗人，是真的很会摸的，真的很会摸吗？不是只是为了进来玩，真的很会摸，真的吗？我要相信他吗？他说不要相信，他说叫我不要相信你，不然你们先打一架好了。有没有真的很会摸的啦？来来来，糟糕！你看我一说要来，我真的好。那个男的，哪一个、啊？你很会摸吗？哪一个男的？没有，他只是跟我挥手而已。真的很会摸吗？后来，一来了哦。你们在隔空在吵什么？我在隔空，好好笑，就在里面隔空，因为我们其实听不太到你们外面的声音，所以我们都在看你们的嘴型，你知道吗？很好笑，真的会摸吗？我的麦克风，你好，怎么称呼？哎，他们叫我小婉。哎，开了啦，这不是 KTV 啊，不用开，老导播会帮你开。一进来再走，哎，进外挂。谢谢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怎么称呼啊？叫我小婉。小婉啊？对。打麻将资历几年呢？从大学到现在。哇，四十几年了。没有啦。叫哥哥。没有。没有。我跟你讲，四十几年算好的。昨天我跟宝妈在聊天，我说：“哎，宝妈，你打麻将资历几年？”她说：“大概五十几年吧。”
他才六几岁就开始打，所以你摸真的很 OK 吗？我 OK 啦。真的吗？你不要害我，你要来帮我。会啦。好、哦，输他而已。你输他没关系，但不要输他就好。弟弟，弟弟不会，我们不会输的。弟弟那么呆滞。我们现在是一个战队，我们是一个战队。你们是战队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们来喽，各位，现在要开始进行麻将神手的数学比赛。可以先让他学一下吗？可以啊。要先学啊？对啊。他有多的麻将吗？好好好。哇，这个游戏很难哎！这个不是说只是摸，它还要算数，就是底底一只，你一只，加起来加减乘除多少？你数学好吗？你数学好吗？加减乘除很好吗？乘跟除学到了吗？哦，乘除还没有。你确定要它吗？你要不要？啊、哦，乘除还没。你确定要底底吗？没关系，除让我来。没有，你可以偷看。哎、哇，上桌子了，应该是要放饭了吧？吃自助餐。什么啊，搞那么大，哎呦，哇塞，我没有看过直播的局搞这么复杂这么大的、哦、来弟弟来我们往中间，现在在脸书上的朋友、哦、欢迎你们赶快分享啊、哦、不管你是在老肖或是我的哈、哦、赶快分享脸书，待会抽手机哦哈、哦、Zenfone Live 送给你哦。题目来了，题目来了，天哪，掉了一颗哈、哦、哎老肖，你打过无数次的麻将，没有在信义威秀打麻将，没有，史上第一个在信义威秀摸牌的巨星，好可怕！哇，这真的蛮恐怖的。先让弟弟学一下吧，先让弟弟学一下。哦，这个不能学，这是题目，先不要碰哈，乖乖。这里准备了20题，几分钟？3分钟好不好？三分钟就好了，不要太长。天哪，要算条。3分钟。不行，桶要拿一个多一点的，拿多一点的。老肖现在很怕输，他现在选了一个队友，他现在很在意。他刚前面还一副就是说没差，对，这是条，这是万。他现在你看认真在教啦，他刚刚就随便选嘛。这也是桶、哦，他选的时候又在意，还有紧张。这是8桶，这个是1桶，他就不想输啊。所以你待会不能看，你要用摸的，这摸这边输不起啊，输不起、啊。3月30号都输不起、啊。然后这是条，刚好我也是，你知道吗？7条，耶、yeah, ！你好棒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他真的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真的懂啊。他真的会啊，好，那我们谁先？这里有2组题目，1组20题，3分钟，看谁摸得准又加减乘除的正确，对吧？好，谁先？一人一次吗？一人一次吧。这是一组。对，这是一组。我们先好了，我们不要说我们欺负小孩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中年人，我们先。好，我们让弟弟让他看。好，那你是站在这边，好，你摸第一只，我摸第二只，然后加起来，然后加起来，对，加起来，摸好翻牌。好，你当评审，好，天哪，好，来了，来，预备，计时哦，要计时，好紧张，好可怕，哎，我们会不会因为剧毒被抓？会，为什么会啊？所以我先玩，我先被抓。好，预备，天哪，3桶，服怎么服？完了完了，错，你已经错了啊！第二个，2条啊，对，你快，4条。九比你目前4条，9比4条，不要吵架，我这才是4条。哇塞，这个加油加油，用麦克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好，友谊赛，翻，8+4，8-4，4，好，一题了，再来，好难哦，这万，5万，啊，不要过，下一题3万，不对，啊，你对了，我错了，很难哎，我的妈呀，30秒啊。越来越紧张了，7万，6万，那下一题，下一题，不要，我们错了一个人就不要管那一题了，你不要偷摸我的，不要破坏风水，好不好？9比5条，靠、哦，7条，啊、我说靠腰，对不起，我第一个在新会就说靠腰的人，你错几题了？你不要管我，啊，完了，我要认这个一，你在抠什么了？我是在抠牌啊，三条抠那么久，5条。你多少？5条啊！不对了，有点摸不出来，完蛋了，我们现在才一题而已哎。可是有一万，这个一次2万，2万4条。我真的要你们好弱，我一直在憋各种，你们好烂啊！不是，我一直在憋各种脏话。好，我们认真慢慢来。好，你们不要急，3分钟到了。现在所有网友都在看。1分半，5比，你翻5比输赢。用麦克风，5比，还没乘多少？乘多少？我帮你好不好？好，你帮我、啊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所有人都在看。我们靠自己。转过来帮。6万啊！不对，算。烂的。8万。
妈妈，加油，答案。我换中指好了。完了完了，不行，我再对一题就好，搞不好我两题就赢了。不会，你就赢的。摸你看看可以帮我摸吗？自己人吗？你摸你摸。哎，那我不就可以帮你摸吗？啊、对，你还在啊？我以为你去喝茶了。七万，哎，七万，八点七，一一一，两分了。弟弟，对不起，借过一下，借过一下，来，我们换这边。哦，这边也是你们的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五条啊，八万。哎，怎么那么多？可不可以都换条子啊？四万九万、啊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拖累你了，我拖累你了，是我拖累你了。六饼三万九饼四万啊，九饼死都摸不出来。可不可以换条子？哎，我最会条子，然后你都给我饼。因为待会二万，去死啊！看摸了出来四条，哎，条子摸这边四万，我最喜欢条子。十九八摸得出来吗？七万六五条五四，这个摸摸看，这个摸摸看。二一九万。我再买半小时。啊、玩游戏，我不能投币吗？几条要？不能六饼，我六饼，六饼都是太难的了哈。对，我们对几题？搞不好我两题就赢了，你不可能吗？你看一下弟弟有多茫然，你看看，你再看一下。弟弟，我觉得弟弟有点困难。弟弟有点困难，对，你要不要换人？我不换、啊，我不换。同样是他跟你。我压力很大，那我赢定了啊！但他帮不了你太多，那弟弟怎么办？对弟弟怎么办？你以为他可以帮你？没有了，弟弟，我们送他礼物。弟弟送礼物好了，好不好？弟弟送，因为弟弟玩真的太……但弟弟让他摸一题，弟弟让他摸一题，因为太不公平了。因为弟弟玩真的会太难玩。对那其实都是他比较公平，他跟我这样反而公平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弟弟，我们送你一个礼物。天哪，史上第一个不用玩游戏就拿到礼物的，华硕好大方哦！我好羡慕。他走了，我好羡慕。哎，弟弟，乖乖，赶快去收好礼物，不要被他拿走、哦。他走了，哎，要礼物的都进来哦。哎，哎，华硕是怎么了？就没有，根本没有玩就送他。好，测题目。换我大显身手了吧？对，但是他不一定，姐姐不一定、啊、可以。我觉得他比你厉害。他没有。我普普啦，啊、我普普啦。来修修修，修下来修。我跟你讲，摸牌哦，怎么样？摸牌是一秒而已，没有这样抠抠抠的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根本就是为老师要定做的，因为对、啊、因为我随便摸就有，完全不会摸牌，他是神手啊。但是你知道，在小房间里面呢，我们现在很缺氧，所以他可能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。平常功力是不错，但现在氧气快不足了，哎，加油、哦！开始吗？我压力太大了。计时三十秒。三分钟。三十秒我也可以赢你，他也没有发现。三十秒我也可以赢你。还两题吗？还两题吗？你先全部摸，我再慢慢摸好了。才三十秒你可以赢我，但他会拖累你。不会，你看全部摸完。他你两题嘛、哦两题，他只要摸中三个就可以了。三十秒吗？对，就只玩三十秒。三十秒，让我就对了。让，哇，这个人真的是很强哎、欸。这样我有点紧张，这样我有点紧张。我才紧张。你自己说的、哦，你自己说的、哦，还是三分钟？我一个人好不好？不行了。这个游戏已经为你定做了，还有三分钟了，开玩笑的，我们照规矩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先为老肖加油！他基本上会赢了，只是说赢多赢少的差别啊。你要拿出你的洪荒之力了，好不好？你一辈子有几次可以跟老肖一起打麻将？我会尽全力的，对不对？一辈子大概就这么一次了吧，跟老肖打麻将。那我们要打多大？好，来了，准备喽。我们上次打蛮大。不要讲姿势，预备计时三分钟，开始。你也同时摸六饼，哦两六饼错了，他错了，不用摸第一个了，摸第二个了，第一个都错了，就不用摸第二个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老肖还在等他，老肖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对六不要紧，四条随便六条随便了，春了或是中间有没有？中间有有六条。哎，六兵啊！内讧，起内讧了。五条，姐姐好棒哦，姐姐都乱摸，我摸不出。九饼摸成五条，
二万二万有了，二万有了啊、哦！等一下，不急不急，老肖再摸一个，老肖，等一下，姐姐不急哦。好，五桶。好、哦，二加五多少？二加五七。很难哦，二加五很难哦。七，答对，好，一题。六桶洞，对了吗？牛吗？你刚刚没有讲，他没有讲。我喊六笔。没有，这没有没有，他没有六桶有讲吗？没有啦，没有，你六桶没有摸对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没有，四条。四条不对，七条。好，加油。好。老肖都在等他哎，四条，错，我这你看，完蛋，我真的是，我待会会送你东西啊，送你爆米花，随便摸，随便猜，九条，七条，个头，哪来那么多九条？我看是三饼吗？斜斜的才是三饼啊，对，三饼，哎，有了，三饼有，好，换老肖，好，你等一下，好，老肖来摸一个，好，哎，这个不好，难了吧？九万，七万，老陈又错了耶！他摸错了，七万不是九万，好难得哦！哇，他人生的污点呢？果然，因为空气真的越来越稀薄。耶！好，九条漂亮，姐姐厉害，你还是会的嘛？我总算摸对一个。好，现在换老肖，不知道是老肖错哦。你看他刚刚九万，七万，有啊，你摸错了，还有第二次，帮我放鞭炮。我们几题啊？我们才一题啊？对啊，你们才一题，我快赢了。二条，对，二条太简单了。好，你不要再错了。这九万。好，那陈还没算完。十八。九二是十八吗？对。这么难你也会？可恶！好，换姐姐，加油了。哇，这个是。哦，这难了。哇，这难的。随便了，难呐。好，七万。或是八。耶。摸对了。我摸对了。七万，对对对。好。老肖，你今天六万，啊，他又摸错了，九万说六万，对，他摸错了。老肖真的很弱，几秒了，剩三十秒，五比，老肖真的很弱，四比，五比，六比，哦，错，下一题，快，老肖急了，好，不能再等了，先摸赢，先摸一个就翻一个，老四，好，加油，你好吗？六比，错，八比，八七四比，七万，大比。三条，四条，错，时间到，停手。PK， 我必须要说一声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你的大力支持，对不起。啊，我跟他谢谢，然后你跟他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为了感谢，我们有礼物，要不要签个名？那好棒，签个名好不好？可以签吗？签个名，谢谢。哎。给老肖对做个纪念啊！天哪，我竟然跟他平手，而且是老肖自己害自己的。谢谢。那两个姐姐都对了，是老肖摸不出来吗？有两个、三个，我帮你。我的错。英文没写，我帮你写。Loser。哎，王子佳。我又没输。今年平手。谢谢你哦，谢谢，一辈子难得一起打过一次麻将，谢谢，谢谢，怎么样？肖先 PK 啊，等一下，他现在不甘愿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街头游戏呢是三战两胜，现在是二比一嘛，所以我有机会打成平手，现在二比一，对，刚平手嘛。哎，我没想到，哎，我以为今天会很早收工，哎，就是我以为两关就那早点收工好，真的不行，你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刚刚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你让我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你安那样，那刚好意思，你安。我没让你，我真的没让你。你没让我。对。九万。我对我自己今天表现很失望。我也觉得，哎，你出生以来，我今天对你最失望。我觉得我糟透了。糟透，是不是因为空气稀薄？对。我们呼吸一点新鲜空气。然后我们回家好了。不是啊，什么回家？不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啊！嗨。哎，怎么看到巨星都没有尖叫呢？你们这些人。其实里面空气好像对。因为我们在里面真的好热哦，我们真的快吸，没有，里面有冷气耶，可是那个空气是污的啊，闷的，我们出来吸口气好不好？没有循环对不对？补个妆，啊？你要不要擦个油？擦什么油？哦，现在真的好难，有没有人要跟老肖握手的？啊，你没握手？啊，握手，要握手，对，啊，弟弟，你还在啊？一个礼物还不够啊！弟弟，这我们这位弟弟示范的一个游戏叫做不劳而获。
好，我们要进去了。哦，现在呢，老肖不甘愿。我没有不甘愿了，哎，那你，那就说走啊，那不要玩了。好啊，不要玩了。啊，不然我们这样子，看谁，谁啊？看谁离那个桌子最近。哦，好好好，推麻将。对对对。好，但是会外赛，会外赛。我们等一下了，我先呼吁一下那个脸书在看的人可以分享，分享待会会抽礼物。就是赌他会赢还是我会赢，本来一定赢的啦，你现在赢就是平手啊，所以有可能是我会赢。下一个游戏什么？你们现在离开他的，然后分享我的，好不好？就有机会赢。我们来玩这个，这样。好，来会外赛，推麻将，然后以不掉桌子为原则。对对对。好，一人五个，看谁最靠近边缘。对对对，然后一人五个，一人五个。好，好，你先吗？我先啊。哎，这个帮我们收。然后中间有那个，那这有路障是没有关系。哎，这是路障啊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还是多弄一点路障。就没有了，收走收走。好，会外赛哦，大家都知道老肖很会玩游戏，对不对？而且都不服输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陪他玩一下，好不好？有人要赶着回家的吗？好，来，这试玩。你想正式开始，现在开始，开始吗？开始吗？可以，确定开始，确定开始，好，开始。最接近边缘，然后不掉下去为原则。哦，这个蛮近的，这个漂亮，这个很近。你换你还是我去？啊，你继续好了，你一次五颗，一颗就好，没有，好，一颗就好了。好。我靠，瓦豆，跪下。没有，而且我好像狗啊，第二个，第二个干嘛？这是怎么玩的、啊？五个玩完啊。哦，对啊。那这个你是拿走吗？要拿走吗？好，一比一，一比零，一比零。手感，太扯了。这个是完全没有彩排过的、哦，我们都是直播都来真的，也没有剪接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哎，你的那个生命线，奇怪，我一直打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他这边没砍，我这边有砍。我也可以走那啊。好，那你走这。好啊。换位，先跪下。换位，你很烦，你很烦呢。有砍哦，有砍哦，难砍。哎。你找到盲点，你突破盲点，所以我刚两个是冤枉的，换我了啊！二比零嘛，二比零，对，二比零。我现在随便，我只要过他就赢了嘛，他对不对？赢，哎呦，不要赢太多了，很聪明哦、啊，不要拿那么近，好不好？二比一，我只要过中线就赢了啊！来一个，哎呀，哎，就一点点就赢了，换位置，猜拳。啊，最后一局啊，看是没有没有，两个人都在那，两个人都在那，哪里这边？对 对，好好，那你先，你看他就很想赢，很想赢，你先，死不输了嘛，一定要赢。你先，我先啊，你先，怎么又变我先了？弱者先呢、啊？现在二比二哎，二比二谁是弱？刚才那个八分一平比较弱啊。但麻将你是 loser 啊？没有平手好不好？头脑还蛮清楚的。好，啊，这真的很难。他刚刚那个，他第二颗真的好近，超厉害。我还要玩吗？很难说啦，以你的那个今天那个，哎，没掉，赢了，我赢了，竟然没掉，他在镜头里面，我连挪桌子都没掉。好了，啊，赢了，好棒，好棒啊，棒棒，好棒棒，阿布就很厉害，有拍到吗？就看到对，放好，收桌子，收，来，自己搬。好，现在正式回到我们的真正的正规的比赛啊，正规的比赛，这一把就很重要啦。这一把叫做第三回合，一起来自拍，两人分别挑战自拍考验和观众，外面的观众一起挑战。哦，第一个指定提示，一张照片到底能塞下多少个脸孔？懂吗？懂。你开始。我先吗？对，你先啊，还是我先？一张照片自拍能够塞下多少？我们是在比赛哦。有，所以愿意入镜的人呢，就要集中到中间来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好，好啊，那谁先？你先、啊，我先好。你先，然后我再用。来啊，拍照、哦，这边，要中间才有哦，中间才有哦。
靠过来一点，靠过来一点。要五官要看得到哦，要看得到五官哦。手不要举起来，手将会挡到脸。你们不要挡到别人的脸。先不要手举手，不要举手，因为这是要看五官的，要看五官的。好，有没有？三二，那个太高了，你挡了八个人。三二一，好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去算，去算你多少人。他不会自拍嘛？哎，别走啊！把脸遮，把脸遮起来就好。三，把脸遮起来。他们才不会听你的嘞！大家都是好人，来，三二，把脸遮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你不会自拍，你这样子人比较少，要这样。你要不要看我有多少人？我的是糊的，再一张。你那么想糊啊？我太想糊了，再一张，再一张，来喽！哎，你看我还多一张脸孔，就是。你不要闹，真的很想赢哎你，哎，我也在自拍，我也在自拍。哦，对不起啊，挡到你了啊，是不是啊？路人，这位路人，我挡到你了。好，三二一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抽我的棒子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再拍一个，因为这样有拍到摄影机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老虎赢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冲！我要这个位置可以拍到摄影师。三二一，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棒子！我都是糊的，我不要跟他玩游戏。到底是谁想赢？帮我报警好不好？可以帮我报警吗？把他抓进去。哎，是谁数？好了，数一下，制作人数一下。哎，你看我都害我糊了，你不要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老虎，老虎跟虫是我老虎赢了。老虎吃虫啊，没事。老虎吃虫啊，没有。老虎吃虫，鸡吃虫，不是，老虎吃虫。棒打，再次变，棒打老虎，棒打，棒打，来，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虫，虫啊，我赢了。那我虫吃虫。我真的是无言呢，我真的是被一个削赖皮赖成这样。好，冲多少？你要谢谢人家，你塞了四十七个人，好厉害，好，好棒，好棒。摄影师也算喽。我还拍了他，我都被他晃了，他每一张都给我棒打了，我没有一张是清楚的啦。玩游戏千万不要跟老肖。你会笑死跟气死，他还在拍，二八，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，我觉得我胖了，四三，差四个人，这几个月我真的胖了，胖了，还好了，你也胖了，我中年人呢，中年人胖不少。来看一下，棒打老虎，鸡吃虫，虫老虎，我赢啊！为什么你老虎吃虫啊？天经地义。哎呀，制作人完全不理你，你看他完全硬要赢的人，还拍照，还拍照啊！这一次就要比这个了，那手机相机都放下来，那个因为你要手支援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我先吗？还是我先的吗？我先。比耶剪刀手，比耶好，那一样是。第二题，看谁拍到的剪刀手最多哦。哎，你有两只手，你为什么不用呢？哎，同学，你有两只手啊，快点快点。两只手都伸起来哦，比耶的，搞不好还有三只手啊，这里。比耶的哦，快点，比耶，比耶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有人比四，就两个耶。没有，忘大单词。哎，怎么会了？没坏，没坏。Zenfone 不会坏，玩坏了，玩坏了。我们两个真的是三二一，好，我赢定了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支援一下，支援一下。楼上的也可以啊，楼上的也可以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虫。可以换一个游戏了吗？我觉得这很好玩。男生里面，男生里面，黑白切，比耶，不跟你玩，你不怕痒？好了，你不怕痒？我不怕痒啊，
男生女生配了，我男生女生配很强。好，那我们来会外赛。我男生女生配超强。他在算。男生女生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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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生配黑白翠，男生女生太久了，太久了，他有点斗鸡眼。我没有拍到，我有啊。他就输了，他就直接输了，还要被他晃，你就直接输了。哎，好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游戏比较好玩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黑白翠，男生女生配。他真的有一种催眠的那种，让他的，让他的，不然就收不了工了。那不赶快收工，玩有那么久，那么多游戏，对不对？我还想去看电影呢。好了，我们要宣布分数。好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，来，他赢了，好，我输了，这啊，所以棒打老虎也算在黑白配也算在游戏规则啊，怎么都不照脚本走，那都不要脚本啊，随便玩啊。这个龟粒粉啊跟流沙青收工了，是不是？你赢了，那我先走。等一下，我要看，所以就是他赢了，是吧？好，各位朋友，今天的三观比赛怎样？没有。今天我们要还是要宣布一下，毫无意外的，萧敬腾获胜。可是我对我今天不满意。为什么不满意？我那个摸牌的那个，那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你真的会记很久，因为真的很糗。因为你牌没有。直播也不能剪接，也不能后置，对不对？哈，多多分享出去。老萧就是滑铁卢的一次。现在我们要送礼物了，来。对，要送这只手机。所有在脸书前面有分享萧敬腾，什么颜色？这个，这是粉龟粒粉。要讲吗？龟粒粉要讲吗？你可以打开。龟粒粉。我不见得会送这只。哦，后来才补。哦。哎，而且，哎，我们刚刚有讲它的价钱吗？我没讲，4999，5000块有找。1499，没有一四九九九。4999, 五千有找，对，很划算。五千有找，那有分享老萧的直播吗？五千有找，非常便宜。好，现在而且我自己用这个手机。对，然后呢？我自己就是用这个手机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用。好，好，但现在有一个好玩的事情，怎么样拿到呢？因为分享的人一定很多嘛。我们要玩的是打字比赛，你打字快不快？还可以，还可以哈。但是不是比快，是比说缘分，就是待会你呢？跟所有分享老萧的直播的脸书的朋友同时打一句话，拿什么？懂意思吗？哦、我还没出题哦，同时打一句话，我会讲，待会会讲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的留言在老萧发送出去的前面那一位，就是你了，所以这是缘分。你还要看他打完没啊？哦，跟我速度没关系，我可以慢慢打。对，你可以慢慢打。然后他要在你发之前的前一秒发送成功。然后他在我的上一个，对，你的上一个，而且字不能错，字不能错，哦，所以这很好玩，这很难呢。来，他就要看我的那个感觉。好，分享啊、哦，有分享的来，好多人。反正你写的多，几率也重。我们先互动一下好不好？手机可以签名吗？到时候的礼物可以签名吗？好，可以哈、哦。签名啊。王佳娜说：“老师要看我。”佳娜，佳娜在跟你问好。佳娜，哎 ，Cindy 说：“选我，选我。”你好，嗨，哎，郑伯秋说：“代言人好帅。”那当然，耶、yeah, ！然后 Amanda 说：“真的好搞笑嘞！”他应该是香港的朋友，他写一个香港字。乐谷的乐。陈怡娟说：“但摸牌好弱。”来来，你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信义区你来，来来，豆姐豆姐，下面娟，陈怡娟，来来来来，陈怡娟，什么娟来？陈怡娟、啊，他在现场吗？不在啊，他在家里，他在看直播啊。他在看直播啊！我以为在现场单挑啊！我们两个真的，我们两个幼稚被人家骂的啦，说我们太幼稚了。被谁骂 ？Virginia 说我们。来啊来啊来！来黑白切啊！Virginia 你来啊！好，来准备打字哦。还有马来西亚的，马来西亚的朋友你好 ，Jenny，Hi Jenny，Hi， 跟人家挥一个手。Hi， 嗯，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好，李英墨说一个人在家好无聊，谁可以陪我呢？喂。你是色情广告吧？快，快快的，好。大总爱，我的朋友，好。大总爱，我的朋友啊。
么？大冢爱不是一个人吗？对，他是日本，但是他的艺名叫大冢爱。好，格雷恩斯也是马来西亚的。嗨，就是，好，我们再回复一下。这是一个人呢、啊。许叔叔说：“立刻从焦哥的板跳过来，因为这里才会有奖品。”好了，准备了，在这里打字没有错。你们现在看到这下面哈。哇哇，好，题目我要公布了哦！注意，全球的朋友注意，题目是前五个字是“我是萧敬腾”。再来，美颜直播手机好用到不要不要的。但是不要不要的本身是一个字哦，这个字怎么念我不告诉你，你自己找，一定要打到这个字哦，这个很奇怪的字。好、哦，我是萧敬腾，然后呢，美颜直播手机要空格吗？要空格吗？要逗点，逗号，逗号也要一样，逗号经好用到，逗号在哪？得得的哦，在这，这个字会念吗？现在不是很流行讲不要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一个字哦，上面不下面要，上面不下面要，会念吗？要不要我暗示你们？不要，二声不要，找到了吗？那个字，好美颜啊！我别急哦，老肖还没打好哦。美颜直播手机，对，不能打错字哦，不要打错字哦，不能说我对你美颜几句的那个美颜就不对，每一个字都要正确，每个字都要正确，而且你要刚好是老肖的前一位留言者，逗号、惊叹号都要正确哦。我们就送你这台4999的直播神器，来自华硕的 Zenfone Live， 有两种颜色，不知道你会拿到哪一台哦。那欢迎你自己来买啦，流金沙啊，流沙金啊、哦，或者是瑰丽粉，惊叹号。哎，我发现你打字也蛮弱的。没有，我是在怕打错。是吗？那你会打那个字吗？哎，我还没找，还惊叹号，你没有惊叹号？我写了，哎，我。那是别人的啦，哎，你写的呢？哎，你发出去了吗？我不是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好快、哦，我们找不到。我好像发出去了。你发了吗？我好像发出去了。你是不是不会用手机啊？不是，你不太会打字，不是我的名字啊、而且也不知道怎么玩留言哈。不是啊，这不是我的名字啊，这是哪一个是我的名字、啊？对对，哪个是他啊？这台手机的账号啊？对对对，你突破盲点了。我应该我已经他现在可能 send 出去了，但是因为这个手机的主人不是萧敬腾啊，是吗？是你啦，是你，所以他没有发出去。啊，现在这是我的账号，所以所有人都白打了，因为他还没有发出去。怎么呢？我的你们有没有人复制？赶快再贴上。我复制别人的。什么？不可以、哦？不可以？不可以啦！你要认真，你要自己打啦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封锁林雅金呢、啊？哪有？他按，然后没有，没事，解了，不小心按到的。你要不要打错哦？我是萧敬腾，美颜直播手机，逗号好用到表表的惊叹号，这个字念好，对，手机不是三声，三声就难听了。哎，有一个有写那个简体字的，简体字的可以，简体字当然 OK。好用到表表的，表表的要惊叹号，要惊叹号。好用到。不急，现在就是一个缘分的时刻了，表对不对？刚刚你们前面所有人发送都没有惊叹号，惊叹号，对，惊叹号。好，现在你自己凭感觉，想发再发。惊叹号在哪？这个。好，想发再发。我验算一下，我是萧敬腾美颜直播手机，好用到表的，要 send 吗？按那个蓝色的，不要按错。现在按了吗？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紧张哦，搞不好会在现场啊！你看华硕的人也在玩，你不要参与了。发送，发送二哦，在我们聊天之中发送完毕。前面一个是谁？我们现在截图，立刻截图。搞不好他在现场哎，如果在现场就太酷了。会每一个人的手机看起来是一样的吗？应该是一样，因为这是脸书在控制的，就算不一样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找到了。恭喜我们立刻已经截图了，在老萧前面的是叶欣雅，可是他那个逗号是谁？不对，他多一个逗号，不是，他多一个逗号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逗号啊。那要再一次，不是不用再一次，就找前面那个、啊。不行，要再一次。在前面那个。
对啊，就他的在前面那个。哦，那他这样等于掉到谷底，他坠入谷底。哎，那博秋为什么不对？这么严格，有空格也不行哦。我们那个题目没有空格吗？那三个都送好不好？三个都送。哦，我们那个题目，三个都送，反正就是要跟老肖打的一模一样，因为他是代言人嘛，我们要尊重他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可以，三个都送。不要啦，不，但我觉得博秋可以啦，我觉得空格还好，因为我们的题目没有啊，三个都送可以吧。我们的题目没有，我是萧敬腾这三个都送。啊，三个都送，还是送两个就好了，两个就好了。那个可以，那个老板不行，他多一个逗号真的不行啦。两个都是，我就已经决定三个，你为什么你要 A 走？就决定三个了。我觉得这台也不错，这台你很烦哎、欸。好了，老肖说三个都送，因为三个都不一样。第一个是我们刚刚不小心让他掉到地狱的叶欣雅，老肖把你救起来了啊。第二个是多一个空格，但我是觉得 OK 了，我救你，郑伯秋。第三个是真正完全正确的 Cindy Chu，Cindy Chu。可以吗？啊、哦，郭伯秋，郭伯秋，你发现我不识字了。郭百秋、欸，哎，伯啦。哦，你可以张柏芝的伯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是百。哦，他是百啊。你们是这样啊？其实我才有看字的障碍，被你发现。百秋，百秋，好。霸秋，叶欣雅，郭百秋 ，Cindy Chu 三个人，有没有在现场？没有啊，好，恭喜你们答对了，耶、yeah, ！可以得到手机，送三台哦，算他的哦，不要算我的哦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算我的，这一挂点给不行哇，高不关你还 OK， 跟我无关，好，谢谢，我们是不是还有礼物？有分享的人，刚刚有到我们的粉丝页分享吗？我们还有礼物哦，还有礼物，还有礼物，签名，笔给我，笔给我，这是，把这个先还，好。这哎呀，也只有一个、啊，不是两个吗？两个，那个是你的。哦，我的，那等一下。哦，好。现在我们要在分享的名单里面呢，找一位幸运的朋友，可以得到 Zenny 的随行杯。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赶快去买 Zenfone Live。Zenfone Live 啊？稀有啊？没关系，都要结束了，不用稀有了，还有稀有嘞。好，谁先？我喝一口。你们这边应该都有分享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他这样要滑这样。你们这边都在开直播吗？都在开啊。我是有，我觉得有麻辣的味道。什么东西？哎，什么东西、啊？谁送的？我在猜这是什么？谁买的？不知道。不买的，不明来历的。同事买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准备抽奖。谢谢大家陪我们玩了一个小时，现在几点？玩了一个小时，好累哦！要再玩别的吗？来啊，看你想玩什么。我游戏王没在怕。草莓香蕉，奇怪，弄起来有拔辣的味道。乌龟笑好了，乌龟笑。我乌龟笑是王哎、欸，乌龟王，死亡的王吧？来啊，来啊，好来，我们又要会外赛了，因为舍不得走。你先，我先吗？对，翘王之王。啊，是有多翘？让我看一下。来啊，乌龟翘，赢了。龟嘞，龟嘞。好了，来，还是来抽奖好了。我为什么要自己挖？信哎，我还你力，换左手，你先。没有，换你啊。换我、啊。弱者先呢、啊？无所谓，反正我会赢的，反败为胜。乌龟翘，乌龟翘。微微翘，你抓到绝下，你抓到绝下，他都挑那个最难的，两次都是。好，平手，平手，平手。我先哈，平手再子。等下我们又要再子，决胜。不好意思，你这包厢住到几点啊？再半个小时就要收了啊！我可以加钱吗？打电话帮我加包厢，加决胜负。刚才我输了，现在换我。好，我这次。怎么样？就抓你那个无名指。那等下赢了怎么样？赢了怎么样嘛？输的怎么样？输的就真的跪下来啊！有必要玩那么大吗？赢的没玩那么大，你也是跪啊。也对，好了，面子。说跪下去，你就说对不起，我再也不敢跟你乌龟翘了。好。他好像觉得他会赢哎。那如果他输了怎么办？敢不敢？可以啊，敢啊！跪下来之后。
大哥对不起，我输了去星光三月任挑任挑礼物五十秒，然后你买单，赢了买单五十秒哎、欸，进去就抓五十秒哎、欸，一楼就是什么名牌五十秒，好了来了来了，面子问题面子问题，你先吗？嗯，你先吗？你先吗？我先，我先，对对，我先。来、啊，乌龟乌龟翘，耶耶耶！抽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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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奖！啦啦啦啦啦啦！跪下，抽奖，然后还有星光三月五十秒任挑礼物。星光三月今天好像打烊哈。哎，希望现在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开？你欠我一柜，一柜跟对不起，跟五十秒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跟你玩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乌龟乌龟翘了。欠着欠着，是我不对。欠着欠着欠着。好好好好好，好，那我要抽奖。哎，你帮我抽好，你用滑然后点一个。好，这个，Garfield Chang， Garfield Chang， 我给他个表情。等一下，我给他留言一下 ，Garfield Chang， 我留言哈 ，Winner。Winner， 你会拼吗？哎 ，Winner， 你会拼吗？嗯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 ？Winner，Winner，Winner， 你也不会？我会啦，我写了。OK， 好 ，Winner， 我写了，我给他写了个 Winner 啊，好，好，恭喜你，该你了，老肖抽奖。你在干嘛？耍什么帅？今天几号？好，哎，今天没有下雨哎。有吗？雨神失灵了，今天没有下雨。哈哈哈！那我画一点雨好了。画什么？你这样子，人家觉得是什么？这像毛，好不好？不像雨。好，第二个摸彩。像你的腿毛。老肖的有分享。还要再刷吗？再刷吗？你自己随便。我往上刷。对，好，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，分享你的。哎，哎，不动了，荡掉了。太多人了，你这边太多人了。哦，你为什么拿一个截图给我们刷呢？好，那再来玩，再来玩啊，再来玩。人阿苏是不会宕机的。再来玩。玩种玩种。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？我游戏王哦，我任何游戏都可以。剪刀石头布啊，这么简单、啊。麻将拳你会吗？海带拳。海带拳，海带拳动作很大、欸、很糗，算了，不要，很丢脸。那个、欸，老萧拳，老萧拳，人民的那个老萧拳，老萧拳怎么？老萧啊，老萧，老萧啊，老萧。还有嘞，还有嘞，我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招牌动作。老萧，还有什么？你还有招牌？你没有招牌动作？不要了，不要玩这个。不要，还有什么？那玩什么？都可以啊，真心话大冒险。拿酒来，拿酒来！神经病啊，干什么？好的啦，来，可以了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弄到截图去了。哎，请帮我们滑动，选一个。滑。好，这一点。我滑。点了。滑。已经滑到底了，亲爱的。哦。哎你。哎，又来了，又来。我真的很想收工。这里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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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刚在那边蛮性感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不知道这照片就是我吗？快点啦！好，你点，你先闭眼睛嘛，我帮你滑，然后你点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点啊，点 ，OK， 点，就爱剩哎 ，OK，MC Wen 留个言给他。这是你点的刚才。对呀、啊，可是是你刚才是你点呀、啊，不然你不给他、哦。你喜欢他的？你不给他是不是？你喜欢他？我没有，不认识他。因为这是你刚是用我的手点的。你不要烦 ，Winner， 哎。拼错，好 ，OK， 恭喜这位 MC Wen，MC Wen， 好，这边哈 ，MC Wen， 他的哎，刚、欸、好他的头像是一个狗，我就跟老肖最爱的宠物之一，好，好的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很快哈，谢谢大家，老肖今天依旧是非常的可爱，也请大家多支持 Zenfone Life 美颜直播神器，啊，两种颜色，5000元有找。最后，我们再用掌声尖叫为老萧啊，包括他在那个歌手的比赛加油！耶、yeah! ！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拍照在这边。
这边很冷，对，这边风超大。